主席、各位同仁，本席及郭树琛、胡秀柱委员等16人，有鉴于部分政府机关之废弃或闲置办公房舍，因为年久失修，加上相关单位疏于管理，让游民与罪犯在其中流窜，废弃房舍不但成为各县市犯罪的温床，造成市容的破坏，且经常发生火灾等意外事件，让邻近民众生命与财产受到损失。相关单位却推卸责任，扬言除非新送告赢才愿意赔偿。官员如此态度，更让民怨不断高涨。为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消弭政府与民众的争议，本席要求行政院应针对所属废弃与闲置房舍加强管理，订定政府闲置房舍因火灾等意外事件造成邻近民众生命与财产损失之赔偿办法，是否有当，敬请公决。